队工程师这边田浩、卢冠轩、艾夫伯、周伯勋以及克拉。啊，主队国王队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洪志善，包括简佑哲、林金榜、苏世轩还有米歇尔，这种打例行赛是绝无仅有的。嗯。同样呢，也可以考验国王队的板凳深度啊！哇，没有问题啊！这个默契，小胖跟 Mitchell， 像最能够带来能量的球员哦。那而且在场上拼战哦，我觉得应该全队数一数二的哦。是，不过马上在他面前的克，苏世轩，好球！再给 Mitchell， 在禁区被扒掉，再拿到空气篮筐，连得四分，有更多演练机会。对，过去有蛮多人连上场机会都没有，这个过人加上球上篮，绑个压力哦。Mitchell， 来一个三分球，哇哦！回归之后呢，打得非常出色。如果第一节就拿下了七分，反倒是艾夫伯，刚才讲到他的名字，几乎都还是有艾夫伯，因为他毕竟是经验比较老道，可能随时可以这个融入战局哦。的确，艾夫伯也投进外线，帮简又哲做一个掩护，再掉远边，好球！榜哥切到禁区，管理员把大门的钥匙给上锁了，都会给田浩。艾夫伯绕出来接球，在林金榜的面前中距离命中。抓卢冠轩犯规，不过裁判不认为这是出手动作，球塞到米球的手上，哇！目前他几乎是有出手就有了，16-9。小胖目前把球队带得非常好，一个连环单打田浩，哇！走进来，不过确实是比较早一点，其实我觉得这哨音有点让我意外的晚哦。哦，艾夫伯来了，是艾夫伯在这个半场的进攻两次三分的尝试了，第二个投进了，他目前也开始慢慢的加温，洪志善，哇！那当然可能现在在国内对这个球团或者说这种转播的部分还没有办法要求到那么多。林金榜，金榜到球场，但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作为可以来回馈球迷？这些都是可以未来来讨论。适当的照顾应该还是让球迷可以理解了。是，哇！克拉这个三分球，不解。试验中，先上高位帮小黑做掩护，中距离跳投进。对，曾博威这点应。李威霆来了，哇！踩个欧洲步，但是霍师傅不客气了。国王队这套阵容目前看起来得分能力是非常的薄弱。哇！李威霆单打得手。对。现在更大考验是这套阵容的防守啊。嗯。小黑 wide open 的三分，马上被对方跑回来。好球！霍师傅没有直接起，第二下还有，最后被霍利菲给放进他在首节的第一个 field goal。正式来说是一个好现象。嗯，现在小烈陷入梦到包夹，给到底线的石岩中，砍进三分，哦，拿下了18分。有没有在想说石岩中来到？新庄主场会不会要稍微低调一点？因为之前跟苏豪有一些身体的碰撞，那季后赛对手也会很害怕。对，哇，俊男今天整个投篮的感觉接好，小黑叫阿飞过来，一个挡人之后，小黑哦，好球，切到禁区，哎呦，又是霍师傅啊！一样，对，所以今天再给路易斯 ，Lopez 要来单打又被扒光。工程师把节奏带得相当快，好球！哇哦，卢冠轩一个反手挑篮得分，还一个天平。而且田浩只要一上来，现在几乎对手都会用那个压迫的方式给他压力哦。艾夫伯在好球夹心饼干人缝当中投进两分，对，要摆脱有十足国际赛经验的洪志善，带给克拉，克拉的出手有两分球。对，就是克拉跟艾换大锁榜哥来守艾夫伯。换防 ，Mitchell 上去，干扰不了阿飞啊！哦，这一球很快来到周伯勋手上，再给突破的克拉，左手放进。对，球再回给小胖，差距已经来到17分。哎，有点走不险，有点危险。再送给阿满进的三分球，上得很快，啊，也限制了国王队的单节得分。
外线的投射，洪志胜，陈俊南接断加速，哎呀，哦，这可能要判拖天顶哦，因为防守球员霍利菲已经拉扯了篮篮网。边这边是一个挡拆，曾国宇三分命中，哇！点球给小敏再送，名球哦，艾福伯补上来，没时间了，哇！蛮特殊的出手，好，两边应该各有一次的攻击机会，洪志胜，哇！小胖今天的外，好，卢冠轩再回一个了，哇哦，哇哦！这分数拿得很快哦，来看球经常体育赛事哦，慢慢在国内也形成一股风气了哦。没错。好，简佑哲刚比较小只的，嗯。哎呦，这个球有点危险，卢冠轩有预判到，不过舒世轩身材是够壮啊，顶进两分。您的开局。赫拉再进去，博勋再送给阿贝，哇，底线拔枪。比较壮硕球员的话就辛苦了。路易士在上半场只打七分半中，所以是有差距的。哇哦，这个三分是克拉，毕竟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打球，而且志龙哥讲，就是四月中那场之前呢，在上场已经是二月的事情了。在场上这种这个有氧的这个部分的考验不一样，对，要跟林金榜多接点氧气了。哇，世轩来了，这些攻击重心没有放那么多在米切尔身上的时候，世轩真的要做好准备哈。终于，哇，比较轻松，然后又是世轩漂亮的防守 ，Open Court， 小胖自己来了，哦。今天的洪志胜这个游走转攻还是打得很快哈、哦。今天小胖四个三分球，七投四中，哇！不选择特定哈、哦。两队这节加起来已经投进了，这是第七个三分球了。哇！正向，刚才林金榜投的那个是两分球。嗯。克拉带步的中距离也进，哇！怎么突然间变成投篮大赛了？对。掩护之后，哇！二波很快交到小胖的手上，单场第五个三分球。先寻找舒世轩，地板球再交给 Tony Mitchell。对，刚才感觉哦，而且他周边呢其实没有任何防守球员。舒世轩过了之后来一个抛投，好球！反而现在他跟米切尔之间。那的确他也有不错的条件，我刚才说在这个控位来说他其实是有点高度的哦，又来一个禁区的跳投拿下、剩六秒钟，克拉面对苏世轩的外围两分，目前是克拉跟霍利菲在场上的组合、小胖又带在四十度角，今天是百步穿杨，李维廷把球救进来，小胖这个传球相当具有威胁，时间篮板跟 lay up 两分，高吊球又是霍利菲大打小，再抓进攻篮板，对，还是这个点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就霍，所以两名球员都去守了路易士，对，艾福伯要打威廷，哇，太轻松，三分线外的李维廷。球 buzzer beater， 路易斯跟米歇尔同时在场上被包夹翻身的出手有，这是因为对到周国勋了。小胖找队友给禁区，路易斯再取分。哇哦！如果最后两队是同登同分的话，那第一名还是梦想家。嗯。哇哦！艾福伯，曾博宇，好球，画得很大。对，这一次的选择是防守。要七分半钟比赛结束，艾福伯再来一个急停出手。对，关键时刻点拿。注意好，
球给到克拉，中距离跳投进。哇哦，今天克拉也蛮准的。对，艾福伯31分，克拉20分。威霆，这个球就是给你切的。哎，但是是米切尔拨的吗？而且可能小胖还可以再记一个助攻。艾福伯球进3分。哇！威霆切入塞进去，没球接到了，拼命把球给要回来，再转移给 Tony Mitchell， 命中，今天第二个三分球。对，第一节、第四节各一颗。哇！直接泰山压顶的一个暴扣克拉。对。金榜送给了 Waiting、Waiting for you， 等你成长。 Waiting 拿到金榜，直接塞给进去、苏世轩得分、对方的两名球员倒在地上。哇哦，这是暂停之后小黑来控球，不过过来之后很快的交给了艾福伯，再送给小黑，再进去关键时刻。哇哦，对，吴志善克拉秀出来，哎，但是所有球员沉退，当场的第七个三分。Let's go， cross over， 到中距离突然急停，李万廷也来一个两分球，哇哦！李万廷由艾福伯来防守，好，这个球给到了 Tony Mitchell， 两分放进，对，助攻也被抢掉的，哇，现在。球，球给金吧，这个投射是有的，而出，结果发生一个关键，也是可能结束整场比赛的失误，裁判没有享受，所以这场比赛就要这样子结束了。国王队其实是有机会哦，让工程师留下遗憾，但可惜就是李威霆被压迫之后，最后这个处理球找不到队友了。对，这就我们说，如果还是要把这个控场的工作交给他的话，的确有一定的风险。那艾夫伯马上就呼应我们刚才的说法，宁可把球时间磨掉，就也不要冒险再上篮了哦。对，哇，工程师非常惊险的哦，在国王队六名主力球员全休的情况之下，以105-101拿下了这场。